看我家小伙伴现在老淘了，我们在这打包行李呢，他就在这捣乱。哎呦我去，他都爬上来了，这箱子都赶你大了。知道这个是你箱子，装了满满一下子都能给你装下，是不？那个是我箱子，然后这个箱子呢是大胖的，你别掉下去，下不来了吧？啊？哎。没事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胖，刚收拾完行李，明天带着我家小胖一起回国了。本来这次呢也想带着我岳父岳母一起回去，因为我之前承诺过要带他们出去旅游，但是我岳母腰托手术之后呢行动不太方便，然后还得去医院复查。这个帽子是我媳妇儿刚给我家小胖买的，让他戴上看看。哎呀，长得像啥似的，他不愿戴呀。嗯，这卡倒了儿子啊，自己摘呢，摘不下来了。哎呦，哎呦，你不喜欢戴帽子儿子？嗯，别吃，埋汰啊。看看我家小胖这箱子里边装的比我们都多呀，这里边还有吃的呢。我家小胖会擦地呢，看见没？你消停一会儿不行啊？啊？别玩纸了。哎呀，这么小就会帮爸爸妈妈干活了？你是干活呢还是作呢？啊，儿子？别创头，那就要起来了。干啥去你？就看他妈拿啥吃的呢？寻思喂奶呢？湖边，湖边。啊！你这一天真愁，我直接给你装行李箱里都超晕了。别玩了，纸，给我。谁让你玩的，天天。给你喊了，现在脾气老大了，一天。把纸都撕坏了。做你的。太阳刚升起来，我家小胖也睡醒了，打声招呼，早上好。还在迷糊的状态呀，嗯。我跟大胖准备吃早饭了，简简单单的，一会儿去机场，我爸开车送我们。嗯，那个干谁那咱亲戚不？嗯，别孩子有病了，哎俺的心情就没事了不？嗯，快点那个都开始注意下不？嗯，别担心了。妈就照顾好自己身体就行。哎呦，没事，我自己也能照顾。妈是不担心我们，主要是担心小小胖啊，是吧？嗯。客厅里的一举一动，今天知道我们要走了，他可聪明了，都能听懂人语。看，有动静又要出去了。让我给他开门。哎呀，我儿子换完衣服了。这么帅呀，嗯，啊，嗯，爸爸看看，嗯，哎呀妈，嗯，等我们走了，你在家好好休息啊，嗯，别老擦这擦那个了，知道了，爸爸，咱们走吧啊，我爸快到了，妈哥注意身体啊，啊，那个注意下不，嗯，爸我整吧。妈别下来了，冷。不了，冷惨，一会儿就上来。妈你屋里开药了。这舍不得小小胖呢。咱们干嘛？啊，出去打工。耶。上祖国的大城市看看去啊。嗯。
好好玩啊！回来我给你讲讲啊！哎呀，咱老大娃啊，对不对？有人偷衣服了，再说一句没事。我爸到了，往前开点啊，不姐。哎呀，对对呀，嘿嘿嘿，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，看我爸这里边全是工具。干现场就这样。小车能放上面吧？放这里啊，行吗？干净了，走吧。走了，爸妈。来了，爸妈。我们走了啊，你们多注意点吧。到机场40分钟。老不计今天也回去干活啊？今天下午。轻点干啊，多注意身体。如果我这次回吉林的话，我帮你看一看农村房子，南方考不考虑？最喜欢东北，有山有水的地方。还有啥要求吗？地是旱田水田，用苞米啊。上南方更好养人呢，上云南那边四季如春。北方人上南方待，现在有不少人都在南方。今天我儿子挺给力，老老实实的在后边待着，是不？睡觉了？没有，睁眼睛呢，刚睡醒睡啥？주정차 단속 구간입니다. 下车吧。好了，装完了，睡着了。慢点开回去。好了。等我回来给你带好酒啊。这白的皮的。啊。羊的。辛苦了，伯姐啊。好了。干活多注意身体。啊，拜拜。现在我们也准备走了，现在还没开始办理登机呢。我们早点来是为了选前排，这样的话就是免费。如果在手机上选的话，它要收费的。找个地方坐一会儿吧。我家小小胖已经登机了，这是他第二次回国。我跟大胖都比较担心呢，等会儿飞机起飞，孩子别闹啊。影响别人不好，是不是？乖乖的儿子啊！我们已经安全着落了。我家小小胖刚睡醒啊，正好从上飞机一直到下飞机啊。有很多朋友说很长时间没看到我姐夫了，一会儿来机场接机。这个是我的箱子，走吧，媳妇儿。Hello. 哎，我姐也来了，我光看见我姐夫了。来来来，往前面推的，给后边人让道。打个招呼，姐夫，好多人都想你了。Hello， 姐。好久不见，来来来，搂搂抱抱，闲孩子呢，抱着就行，能行吗？害怕哭啊！哎呀，来搂搂，哎呀，真好玩，真好玩，这么快又跟我姐相见了，哎，不去，喜欢男的，我来啊，有好吃的没？哎呀，别提了，上飞机之前，
我们把行李都托运完了，他这裤子怎么都湿了，尿不湿漏了。哦，完了，我们刚才又给换了一个。哎呀，哎呀，听天话，在飞机上一直睡觉。哎呀，哎呀，真乖。哎呀呀，哎呀，又哭又哭，完了。你们忙的时候我看见，还跟我姐夫呢。到我姐家了，我们给孩子买的衣服。姐姐给多多买的衣服。哎呀，也不知道花花买的喜不喜欢呢。哎呀，上次来你都买了，还买啥呀？没有，上次你们来还我说还给我们买礼物。哎呀，那没有，还买啥？到时候让他试试看看吧，喜不喜欢？喜欢，他喜欢这种浅色的。嗯，能喜欢。不喜欢那种红的、绿的、啥的。吃饿了、啊、你们？不饿，在飞机上都吃了。那几点了？是晚点吃就行。5点钟呗。嗯，早点去。哎，这柚子红色的呢？红柚子，红色的。呦，你看小胖身上造的，刚到这儿给瑞丽一个磨牙棒，全蹭我老公身上了，赶紧换套衣服吧。嗯，正好是这个，那个叫西柚吧？不是柚子，它有那种黄不拉几那种颜色，还有这种颜色的、啊。我以前就吃过那个白不拉几、黄不拉几那种。对，有那个也有这个颜色。这放地也行。嗯。我们没给装盒，占地方，东西太多了。你们带孩子东西肯定多。哎呀。你媳妇一点啊，还别光自己吃。还是国内水果好吃，红啊。我那水果种类还多呢、啊嗯、这还有那个那白里洲的梨，印象里有，完还有那个东北的一二三，你看我儿子才怪呢啊，插花被插死，是吧、嗯、你看我儿子这头啊，姐夫那他就去、啊、姐那就不去，别提了，我刚才给个这个不吃，我爸还惦记姐夫给就吃啊、哎、说是在那个汪起呀、啊、找个有山有水的地方啊，那有的是、啊、要去有山有水，就是什么呢，冬天有点冷，你知道吗，爸爸衣服埋汰你，糟了，我去他那了啊，我换套衣服啊，哎呦呦呦，快点，他喜欢男的、嗯、不喜欢女的，好吃的是我感觉是他、不让我抱、给吃的都不吃，对，来来再给一个，再给一个吃的，看见他爸不行，看见他爸不行，哎呀呀，来来来我给啊，来，他们来，来来来，他们来，哎呀，急了，不好使，急了，终于不好使了，还得是上爸爸那儿，爸爸给你们来，哎，必须这个柚子少喂不行，喂一个没事啊，不吃，他现在不想吃，小柚子，等你爸不在的时候我就掐你，我就这么掐你，啊，让你不来。你扶到姑姑来这里来，我姐一下没抱着呢，来这是呗，上次去还让抱过你，这回看不让抱了，下飞机我抱他一下还没躲呢啊，嗯，那我抱就不让你，嗯，吃吧吃吧，吃橙子行，这个好吃的，买点橙子，柚子酱鸭的，酱鸭的，嗯，挺好吃的，嗯，好吃，马西斯不给了，马西斯哟，我姐夫还会整两句呢，王西斯。没买，今天我跟那谁，我妈通电话，她搁那买，我俩说潮语，她都能听懂。我说告诉了，我说你们说以后说话的时候注意点吧，我都能听懂了。不能说坏话啊！他说啥，我都能接上，是吧？你们今天说的。对，能猜着八九不离十。我全都接上了。现在我们准备出去吃晚饭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，儿子。拜拜，小胖。拜拜，看这儿。拜拜。拜拜。